This conference will now be recorded. 大家好啊，今天我来接着讲这个好多人排上第四课。今天呢，我主要是把前几课简单说一下，然后我们就进入上次我们提到的第一个真正的应用。今天做一个把 CSV 法做一个排序，根据需要做排序。然后呢，我们就提一下怎么样把使用 Python 在实际的这个项目之中。大家如果听了前三门课的话，大家应该知道啊，我基本上介绍了一下 Python 的这个一些基本的东西，Python Basic，包括 Identifier 啊，还有 Block 这些 Code，然后包括一些 Comment 啊，这个是最基本的一些构成。同时，我们也介绍了一下 Python 的这个 Data Type，数据类型。然后还有一些最基本的这些control flow，比如 if、then、else，还有一些 for 啊、while loop。然后我们讲了一下这个如何在程序之中啊定义自己的这个 function。当然了，我们用的最多的就是别人已经做好的这些 module 啊，我们再怎么样使用啊，通过 import 来用。这样通过这些最基本东西呢，应该就掌握了一些Python 的基本编程技巧。那实际上就应该在应用中来学习。说，那么下面我们就通过实际的应用来学习。所以第一个应用呢，也算是简单的应用吧。我们就来做一下，做一个排序，是一个 CSV 这个一个排序。我们用一个网上的一个数据，可以就是一个非法呀，就是国际足联一个世界杯2018的这么一个数据。来进行排序的一个编程。我再回到这个，大家看看这个网站啊，就是在开构上已经提供了一个 FIFA 这个数据的基本信息，同时可以把这个文件下载下来啊，大家可以到这里去下载下来，然后呢就可以对这个数据呢进行基本的操作。把这个下载下来以后呢，可能还要做一些基本处理。咱们还记得上次，咱们已经开始用这个 Python Anywhere，你都知道怎么样进 console，但是怎么样弄 file 呢？实际上你进了这个 dashboard 以后，它这个就是你平常用来进入这个 Unix 或 Linux 这个 console，它旁边还有一个 file 啊，这个 file 呢就是你可以把在这个 free version 的情况下，大概需要100兆的数据可以 upload 上去啊。这个是可以，这样就可以把我们刚才下载的文件，我已经上传上去了啊，这个 World Cup 2018 Dataset 已经上传上去了，所以就可以直接使用。当然，你也可以存在你的本机啊，如果你去用其他的方式啊，在本机来写这个 Python program，现在已经弄上去以后呢，那我们就可以。来做，我们今天主要是把这数据做一个简单的处理啊，看一看这数据，然后我们主要是想做一些通过这个 ranking 这个 field 啊，大家看一看，其实在这个程序这个提供这数据里头啊，已经也可以看到一些这些 column 的说明啊，包括球队的名字啊，在哪个 group 啊，它的 rank 呀，然后你要下载下来也可以用 Excel 打开啊，这是。CSV 就是 Excel 的一种方式啊，是用这个 comma delimited 的，也用逗号来隔开的。我们主要是在今天通过这个 rank，因为它是不是按照这个它的排名来做的啊？我们想通过这个Python 来把这个球队进行一个排名啊，这就是我们今天要做的东西。怎么做呢？那我们就进到这个 Python Anywhere。去 dashboard 这时候可以进，我已经 open 了两个 console。这是进去以后，大家还记得啊？好，因为这个呢是我已经编了一些比如说我先把这个最基本的 dataset copy 成一个 clean，所谓的这个 clean 呢，我给大家看一眼啊，我因为今天用的是这个 vi，上次咱们用 nano 都是一样的。
我把它做了一个所谓的 clean 的这么一个，就是预处理一下。实际上，你如果仔细看呢，实际就把最后一行呢，除了 header 最后一行，它有一些空的啊，没有球队的信息的，我就删除掉，这样就比较完整。这个到后来你会发现为什么要这么做啊。然后呢，我们就可以开始编我们的程序。我给大家看一看，但是我今天呢想通过另一种方式来展示，因为用这个可能不容易看。比如说 read CSV 啊，大家可以看到我 import 了一个 module CSV，然后打开这个文件，然后呢，通过它的这些提供的 modeling function 啊 reader 来读这个 file，然后呢，我来把它一行一行展示出来啊，这是只是读，还没有排序啊，大概是这样。这就是程序已经啊，点 py 呢，就是你已经写好的程序，你可以直接说，比如我要运行的话呢，在本地运行就是 Python 3，打上你这个 read CSV py，哎，这就是读了这个程序啊，我这个名字已经改掉了。啊，应该是我要读一个这个 clean。再执行，啊，这就把这文件给读出来并显示出来。下面我讲一个新的方法，这个呢，你自己编没有问题，但是现在大家都希望这种 interactive，就是我能够所见即所得，我编一些能看一些，所以 Python 呢，包括其他这些程序，现在都走到这个 GUI 这一边，就是叫 Jupyter Notebook 或者 IPython Notebook，等我。大家可以先到网上查一下怎么样来启动这个东西。我今天主要讲一下这个程序啊，再用这个Jupyter Notebook 给大家展示一下。这两个文件呢，我已经上传到了，就相当于你放到这个刚才这个咱们的 console 一个 workup 这个最基本的，我已经做了一个 clean，也就是说把那些空的数据删掉了。下面呢，我们就来做啊，这第一个 sort，这个是呢，我们就做一个最基本的，可以有几个方法啊，我们来做。第一个，我们是 import 一个 CSV，然后 import operator，这时候我们就可以 import 以后，我们就可以来 CSV。这是它的 module 里边 reader 的 function 啊，我们就 open 这个 file，这个就是我们已经准备好的 markup debug clean CSV。这时候呢，我们可以简单啊，我讲过第一个小的 function 啊，这个 function 呢，我们就来 sort 这个 table 啊，这 table 你可以想成一个就是一个输入的数据，一个数据 file 啊，这是一个 CSV file 或是我们 default 的，如果我排序的话呢，如果不弄我就排第一个，大家记着零呢就是相当于第一个 column 啊。大家还记着这 addition，哎，一般的话呢，好的程序一般都用4个空格啊。但我讲一下为什么会用 next，这个实际上是把 header 来走过去。这时候我这个 function 呢完了以后呢，就 return 一个 sorted。这 sorted 是什么呢？就这个数据集。然后通过哪一个 key，大家这些都可以去网上看它的说明，就叫 item。Enter，column，好，这个就是一个 function。你有了这个，大家就知道它的 function，我们就可以调了。所以，比如说我是 sort 等于 sort table，这是我定义的啊。这是 data，就是我们要读进来的这个 file。我们把它通过第六 column。如果大家看一眼的话呢，这个 ranking 呢是在第六零。一二三四五六啊，这就是 ranking，所以我选的是第六 column，实际上它是从零开始算的啊。
大家要记住。好，这样的话呢，但是我说了以后，我要把它显示出来，这是不是可以用一个简单的 for loop？每一行在这个 sort 的这个数据集里，大家记住这个是冒号就结束啊。我来 print，我就先打印啊，咱们排名和这个球队啊，那我干脆就选的第六个，也就是第七个 column 在这里边6，这样我这个程序呢就基本上完了。这样的话呢，你如果可以看到，我用 which all 这个是 invalid text。OK，好，miss 了，大家知道是什么原因吗？这个是我没有打这个冒号啊，这样的话，这就是所见所得啊，这是我可以在，啊，这是大家可以看到，这我这就可以排出来了，这个德国排第一，但是这个大家发现是有一问题啊，它这排序呢是，并不是真正的排序，实际上它把整个这个。就是 ranking 这一行呢，是按字符来算，所以才会出一二啊。如果在这上呢，还要做一些这种类型转换，这个呢，大家可以去想想啊，到网上去找一找也可以，去怎么排。这个呢，我们先放在这里，这个就给大家最基本的哦，我可以排序了。但实际上它是按字符排序的。像我们讲另外一个方法，就通过这个 dictionary。来做，这时候我们可以，刚才我讲了，怎么样把它那个类型来转换啊？这样的话呢，就真正的是按照数字的一二三四五来排名。好，这时候我们可以来这里再 open 一个新的啊 Python Search Book，这个大家到时候会接触。这时候也很简单，我还是 input 一个 CSV 啊，你可以刚才像我那样一起弄，也可以做一行走一个啊，这是我可以进下一步。which 就是我又打开这个 Word Cup 2018 clean CSV 我是来读啊这个文件，所以 read as 给它一个名字，这个 file 我们就叫它 input。这个 CSV 我们把它打开以后。结果通过这个 function 来读到这个我们这个数据集里。这次我们是用的这个 dictionary reader 这个 function 来读。这个 f input 就是把这个 file 读进来，读成这个 dictionary 啊。用这个 function 呢。我们可以四个啊，我们的 data 就可以给它通过这么一简单的 sort，把我这个 CSV 刚才读出来的 input 进行 sort。那我根据什么来做呢？这个 key 就等于我们自己这个 lambda，大家可以看一看，这是一个叫 anonymously function，就是在这一行里头，不用像刚才那种 def 那种。定一个 function，我把取出一行，这行是什么东西呢？我加了一个类型转换，在这一行里头的，我来取这个 dictionary，我是可以根据它这个 dictionary 这个 title，我这里边有一项一个 column，这是 ranking，我来这一行做一个排序，然后把它排好了以后，permit 这个 data，这时候这个就可以了。然后这个 f input。但我这个总算这个错误啊，少写了冒号，所以好，这时候呢，我们可以接着来，就做完了到底是一什么结果？我说可以把它结果打出来，还像刚才一样，我们把这个 data 这步不用打冒号啊，这时候我把可以打出来 line，我先把这个 ranking 打在前边，啊，然后我可以把这个对。team，这时候我一执行的话，大家看看，哦，这回就排出来了，这是真正的按照排名，德国第一，
，idea，这看着这程序已经很简单了啊。那我们再介绍一个方法，这是实际上 Python 有很强的，我想过了，它是在这个数据科学里用，所以我们来针对数据科学里，它有一个叫 pandas 的一个库，我们看再是一个可能更简单的方法，我们再留一个 Python 4，这时候我可以 import 一个 pandas。SPD 啊，这是好，这时候我来这个就是叫 data frame 啊，咱们以后慢慢的你可以再使用这个 PD 的，就是这个 import 这个 module 的，我们也用它的一个方式 read CSV，还是 world cup 2018 CSV，我们可以说上这个 delimit her。也就是 CSV，也可以不一定是逗号，所以但是我们这是可以专门写上啊，比如这逗号来分隔的，这样就把这个读出来。读好以后，我们可以把它再进行 sorting，这就是很简单的 df sort values。我根据什么来做呢？根据这个 ranking 这个 column，这个单引号啊，ranking，然后呢进行一个 sort，是以什么 sort 的呢？把它 ascending，按照从小到大。好，这是 Python，我们想看一看，其实也用 print 也可以。这时候我们可以实际上可以直接啊，来把这两个 column 显示出来。ranking 这个 column，team 这个 location 没有找对，sorry，所以我们少了一个。少了两个，因为它是一个相当于我们要把这个 list 显示出来，所以它应该是这样，这样把两个作为一起，哎，这时候就显示出来，大家可以看到，这时候 ranking 就做出来了。好的，这样的话呢，今天就通过这个呢，介绍了这个 ranking 的方法。实际上呢，只是 display 两个 column 啊，但是如果要是想把它写成一个文件的话，也是可以的。刚才我实际上在咱们这个 console 里呢，我已经做了一些程序啊，比如说我可以 sort，然后把它写到一个文件里头，给大家看一下这个 sort。CSV py 啊，这个是读出来的。然后呢，这还有一个 sort CSV lambda，就是通过 lambda 这个啊，这大家可以看到，我也是跟刚才一样，我是把它做好 ranking 以后，然后呢，实际上我 open 了一个要写的文件。然后把我刚才已经排好序的整个这个文件又写回去，我可以执行一下这个，大家可以看一看，Python 3，哦，这个因为这个文件名字改掉了。执行一次，好，这时候它就实际写到一个，我们可以看看这个 output 文件啊，output.csv，这时候大家可以看到，它实际上把整个这个文件按照顺序，你看德国、巴西，它就给写回来整个一文件。这时候如果你打开的话呢，就是一个排好序的一个 CSV，你可以用 Excel 来打开的。
这个就是可以写回去。好的，那你要说了，那当我们怎么应用这个东西呢？实际上，比如像今天讲这个例子，你就完全可以应用到一个实际上，比如以微软这个 AdventureWorks 做一个实例，它这个 AdventureWorks 实际上就是一个跨国的生产自行车这么一个公司，它呢涉及到各方面的，比如销售、生产，包括网上的销售等等等等，它就是你可以理解成一个实际的工厂啊。然后呢，配合这个呢，微软还做了一些数据库，比如这个呢就是它的一个数据库叫 AdventureWorks，比如咱们取它的一个 table，比如 product 啊，如果这时候比如 BABIC 或者是一些 marketing 的部门，希望呢能够把这个 product 按照 list price 做个排序，当然你可以从这个数据库生成 CSV，然后在 Excel 里做排序。但如果他还提出要求，我把这个做好以后啊，还能做成一个 HTML 的东西可以展示出来。这时候如果你要用 Python 的话呢，用 CSV，不管这个 table 有多大啊，这个你生成 CSV 以后，然后用 Python 的话，很容易像刚才一样生成排好的一个文件。当然，我刚才是生成 CSV，你可以把它转换成 HTML，这样的话就可以展示到这个browser 上，这样大家就可以看到这关于这个自行车的这些 list price，而且是按顺序排好的，按照这个价钱排好的，这就是一个比较基本的这么一个应用。那好啊，最后还是强调一点啊，在实践中学习啊，没有捷径，大家就是把这个 Python 在这些一个一个小的应用中使用起来。像刚才已经提到的这些 pandas，还有其他的包括 CS 这些 function，你只有在用的时候才能把它真正的每一个里边的 function 学习好。好的，那今天就到这里，下一次我们再接着通过这种实际的应用来给大家继续往前走。谢谢大家。